но Айви, он и умер.等他睡醒，那就请你替我照顾好两个孩子。我会的。高兴了，我可高兴了。
孩子，这就是你的家。爸爸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到处找你，一直盼你回这个家呀。来，跟我来，孩子。这是你2岁0.3个月时候的照片，那个是奶奶。有妈妈和我的照片吗？找不到了。爸爸会照顾你，爸爸和哥哥一起照顾你。我哥哥在哪？回来了，爸。前列，你看 ，Lisa， 罗列。哥哥，我不知道我的哥哥就是你。23年，快让我看看，我还以为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有个真正的家。我以后该怎么对你？已经过去的23年，我到哪里找？到哪里找给你？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现在有了，有爸爸，有哥哥。以后什么东西都不会害怕。来，您二位看看菜单，您先来，来，您看看喜欢吃什么。行，那就不客气。哎，千万别客气。爸想这么点呢。好嘞，工作冰沙。不客气了。您几位先吃点那个小吃。再点一个吗？就是，点一个嘛。那就这样啊。好。服务员。有。哎。那可以，就按你这个价。我去订货单我看一下。
经理，您心可真够宽的。怎么宽了？菲菲爸爸想和别人结婚这事儿也能找你说说，你还乐呵呵的听着，还真够可以的你。嗯。说实话哈，过去我真是半个眼睛都看不上简政。你说现在分开了吧，反正他的劲儿还真是没了不少，也能站在他的角度想想了，想来想去也想明白了不少。其实简政哈，挺简单的，这个人心眼也不坏，仗义，不会拒绝别人，吃软不吃硬。我跟你说，简政啊，从来都不会坑人害人，知道吧？说实话，还真不是一无是处。嗨，经理，你还真像换了一个人哎。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不过也是哈，我知道我自己的性格，简政跟我在一起挺遭罪的，其实。还是他不适合你，经理。现在菲菲爸爸也要再结了，你也该为自己想想了。你就是太强了，可是过日子光要强也不行，要强啊找不着好男人。男人这事儿在我这儿就差过去了，都20多年了，一个简政我都没过明白，再来一个还不得这一辈子都得搭进去啊。现在找一个条件好的男人不难，可是找一个心眼好像简政这样的人还真的挺难的，我跟你讲。啊，简政心眼好啊？他心眼好，还当着你的面说他要和别人结婚的事儿。明白他什么意思。其实有的时候简政啊，就像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，可能有的时候男人都这样。他跟我说这个也没什么别的，其实我知道他心里边挺在乎我的。从来没听你说过简政这么多好话呀，你是不是后悔和简政离婚了？那倒没有，我们俩必须得分，缘分尽了。行，没后悔就行。最近呀，我一直想你的事儿，这样下去可不行，我得帮你物色一个。省省吧啊，别费那心思了。一点也不费心思，县城的就有一个，和我们家呀老相识了，我对你对他都了解，你们两个在一起肯定能过得到一块儿。找个时间看一眼总可以吧。一个人呐，时间短了没事儿，时间长了可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你看人家菲菲爸爸，人家都想明白了，你可不能这么糊涂着往前推着过呀。怎么样，行不行啊？到底不行，算了吧。你把那个风衣的那个工艺单给我拿过来，我看一眼。累了吧？你爸你妈今天累了吧？有点累了，不过挺高兴的，睡了。那就行，回头我上公司睡去了。别想啊，我跟你说，岁数大了，脸可别太大了。这还没办事儿，就当着老头老太太那儿住一块儿了。招人说呢。行，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多盖点啊，天冷了别冻着啊。走了。明天的事儿别忘了。知道，早上起来送你爸你妈上机场送他们玩去，然后咱俩去看房，对吧？行，你走吧，到了给我发个信息啊。我来吧，你去看看花花。不用，爸，他在休息呢，我这忙就去看他。给他吃水果了吗？吃了。
多给他拿点葡萄。欢欢呢，从小就喜欢吃葡萄。那时候，邻居家院子里种着葡萄，他才那么点儿，一口气吃了十好几个。哎，爸，以前家里摆了好多妈妈的照片，怎么都不见了？我收起来了。为什么？我怕欢欢看见你妈妈心里难过。说你喜欢吃葡萄，来，多吃点。谢谢。我们是一家人，欢欢，以后不准这么客气啊。欢欢，明天我跟你去把东西收拾过来，回家住啊。不行。怎么了？我要等我干妈。干妈？谁是你干妈？她是最疼我的人。现在和我住在一起。那行，你干妈也是咱们的恩人，那明天带我去见见她，好吗？Thank you.
东西呢？就剩下这把小提琴了，其他东西全都拿走了。箱子绣好了吗？快了，爸。好，我这饭马上就好，一会儿你就要换回来吃饭啊。哎，爸，爸，嗯，你说罗欢的那个干妈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你看，这一个招呼都没有打，把所有的行李都收拾走了。罗欢挺担心的，能看得出来他们的感情挺深的。不会出什么事的，那就好。罗欢他干妈走的时候，给他留了一把小提琴。罗欢说，他干妈拉小提琴拉得可好了。怎么了，爸？想我妈了？没事。其实我也是。我今天到罗欢那边，一看到那个小提琴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妈。罗欢说，他干妈对他像亲妈一样，所以他要找到他干妈，我想帮他一起找。是欢欢的恩人，也是我的恩人，也是咱们家的恩人。不行。为什么？爸，到底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找他干妈呀？你不要再在欢欢面前提他干妈的事情了。你跟欢欢只有一个妈妈，他已经在23年以前死了。欢欢，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别以为我傻，脑子不够用。你们到底怎么找到我的？到底跟谁打听到的我？为什么你们一找到我，干妈就不见了？干妈对我那么好，我以为你们会和我一样感激她，也对她好。为什么你不让我找她？还不让哥哥帮我找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欢欢，你多想了。我的事情我只告诉了干妈，你们能找到我一定和干妈有关，是不是干妈告诉你们的？你们到底和干妈什么关系？你怎么哑巴了？被我猜对了，问着了是不是？我你要干什么呀？你不把话说清楚，我一天都不在这个家待。我已经20多年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了，我不想现在见到你们，还是被蒙在鼓里。欢欢，你放手！你不拦着你妹妹，因为我跟她一样，也想知道答案。
你要去哪里？回家，回我自己的家。你先别走，除非你告诉我真相。我也想知道真相。 马上来了，别造了，走了。行，房子的合同下午就办了，你签字吧。 我填一个你签名啊！用你的名儿买的房，你是房主。看什么看？不签你的名儿，你心里踏实吗？不踏实。那不结了吗？签了你。亲一下。那我签了啊。嗯，快签了你。现在看着像我老公了。 明天就开始装修房子，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去。你放心，我保证把咱们俩的房子装修得漂漂亮亮、舒舒服服的。哎，我可真签了啊！啊，签吧。你怎么了？又不舒服了？最近怎么吃什么都不香啊？ 是不是好东西吃多了？哎，还真没准儿。这些日子，那补药吃太多了，当饭吃不大发了。产权人，糖心儿。妈妈不是早就已经死了吗？ 你有你干妈的照片吗？差点忘了，我手机里有。
车，等半天了吧？没事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这些日子啊，浮肿的厉害，吃不下去东西，晚上睡觉一平躺着就憋得慌，有时候还恶心。我到这儿来看看你，别真出什么毛病了啊！行，我来查查。哦，好嘞。谁呀？我。爸。哎，飞，我快进去。哎。你可是好久没到家里来看看了。是啊，我其实早就应该来看看您。最近您还好吧？哎，我还好，就是经常惦记着你呀。罗欢的事我听说了。我一直在找着呢，不过现在还没什么消息，您别太着急了。欢欢找到了。找到了？哎，太好了，他在哪儿啊？跟罗烈出去了。哎，这么好的事儿，罗烈怎么没告诉我呀？也是刚找到。我想罗烈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吧。啊，太好了。哎，哎，建哥，怎么个意思？我这是，没什么大事吧？是不是药吃坏了我？你是真不该自己瞎吃药啊！你看，还真是药的事儿，回去把它停了。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？嗯。哎，不管怎么说啊，你是大老爷们儿，这事儿你得扛得住。哎，你就说吧。结果出来了，是尿毒症，而且你吃药吃的呀，肾功能受到很大影响。恐怕会影响到今后那透析的效果。透析？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和欢欢说？爸，我跟欢欢特别想知道，妈妈到底怎么了？她怎么跟欢欢的干妈这么像？他们俩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？咱们家到底还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？我跟欢欢现在已经是长大成人了，我们可以替您分担家里任何的事情。别再把这些事情瞒在自己的心里去折磨自己，行吗？哥说的对，既然你们是我的家人，就不应该再有隐瞒和秘密。我已经被谎言欺骗了20多年了，我不想现在见到了你们还要生活在欺骗里。好吧，我告诉你们。小丽，欢欢，你们的妈妈她还活着。在这23年里，始终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，为她犯的错付出代价，也为家人加深了痛苦。他原本是一个优秀的小提琴老师，也是一个称职的母亲。可是23年前，因为我们长期的两地分居，产生了隔阂矛盾。我在少年宫的同时，产生了不应有的感情。他背叛了我的感情，背叛了家庭。后来，他后悔了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每个男人对她求之不舍，他不敢让我知道他对我的背叛，只想摆脱那个男人，以至于和那个男人在公园里发生了纠缠，而弄丢了欢欢。
气急之下，他失手把那个男人推下了平台。是那个男人受伤致死。他也因此犯了过失杀人罪，被判了无期徒刑。他背叛了我的感情，弄丢了欢欢，小脸失去了母爱，我就决定独自承担所有的一切。也就从这一刻开始，你们的妈妈就已经死了，在我的心里死了，在你们的记忆里死了。妈妈现在呢？她现在在哪里？你是说妈现在还在监狱是吗？干妈是谁？为什么她要帮你找到我？为什么她和妈妈年轻的时候长得那么像？爸，你说呀，到底怎么了？你说话行吗？哑巴啦！妈现在在哪个监狱？干妈到底是妈的什么人？你说话呀！欢欢的干妈，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妈妈？有这样的妈妈，你闭嘴，不许你说的。我也不想有你这样的父亲，一个欺骗了你亲生儿子23年的父亲。